中文，这个是不是中文？ Girl with this kind of name is very good. They will marry a rich man in the future. Bing bing. Like you have a two same character. Yeah. Yeah, as your name. You marry a wealthy man. Yeah. Yeah. You just proved it wrong. 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아사바키니시. 那你吃完香蕉再说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游泳啦？对呀。吃完饭再说。喵喵，开心吗？对呀。我们现在在去一个水上乐园的路上。这个周末，我们带着爷爷奶奶、木拉还有叔叔，我们一起去一大家出去玩喽。是的，这是我们给奶奶的生日礼物。嗯，是的，是她60大寿的生日礼物。对啊。感觉木拉好像已经知道水上乐园是什么了，他很开心。你要去干嘛？你跟大家打声招呼，说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真棒。我们去哪里做什么？你叫我们去游泳啦。给外面收工。爸爸他们在这里。It's going to be so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place has developed. My family used to come here every year, sometimes twice per year, for probably 5 or 6 or 7 years in a row. But it's probably been 15 years since we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they remodeled the whole plac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I see it now as an adult, and being here as a father to your own child is also going to be really interesting. Wow! Oh, nic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冷冰冰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旅行正式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度假屋，但是。在我们开始放松之前，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因为明天早上我要给我的大家庭做一顿非常非常中式的早餐，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准备。大家猜一猜我要给他们做什么，在评论在弹幕里打出来。好的，加油。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全家人都在厨房，因为他们这边的度假屋只提供一个屋，然后厨房里就有餐具，其他什么都没有，是油盐酱醋全部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买，所以我们在做饭没有油。今天我们吃墨西哥的taco。木拉已经睡觉了。下面是我们大人们开启沉浸式吃播啦。一般节假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选几瓶好酒搭配晚餐。今天的晚餐是叔叔奶奶还有叔叔的女朋友一起做的。我们一家人相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叔叔和奶奶是俩负责做饭的。不过自从木拉出生之后，我开始了学习做中餐的旅程，所以相聚的时候我也会做中餐给大家吃。我们猜到大家想看熟睡中的木拉了，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吃完饭是我们的家庭游戏时间，这时候家里几个智商高的男人们开始嘲讽奶奶了，这个就真的很丹麦了。叔叔，你们别看他是二货，他情商很高，而且心可温柔了呢。怕他妈妈因玩笑真的被伤到，所以赶紧去给他妈妈一个爱的抱抱。What? They didn't teach you how to play?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at point. Lucky I'm leaving, otherwise they're gonna.Laugh at me. Yeah. The next day. 有奶奶在身边的时候，木拉早上睡醒都是奶奶在带木拉。木拉早上先吃了点小馒头。叔叔醒了之后要给木拉扎小辫子。升级为木拉的干爹之后，瞬间感觉叔叔充满了奶爸味了。
Oh my god. This is impossible.干爹第一次挑战扎辫子翻车了，还是得亲爹示范标准流程。因为我的眼睛刚做完手术，所以我还不能去到这边的水上乐园玩，那我就带着穆拉在外面兜一圈。穆拉现在要午睡了。这边的风景真的好好，给你们看看这边的小房子是不是很可爱，一个一个小三角形，还有五颜六色的，给你们看看啊。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上。我现在过来看一下地图，看看怎么回去。我们在 A， 我现在在 K 片区域，我再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个岔路口，三岔路口，你还往前走，然后右转，好像是这儿。对，好像这边应该一会就到了。哇，这边的旁边的街景是不是很漂亮？随手一拍，感觉都是一幅画。如果我能住在这个附近就好了。看后面这一排又是黄色的小房子，看那边是蓝色的，哇，有一点置身于童话的感觉。嘿，哎，终于找到了。刚刚那边都是联排别墅，我们订的是独栋别墅。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家1319，旁边还有邻居仔。我终于到家了。刚刚前门那边太阳太大了，所以我决定把穆拉放到后门睡，给你们看看，还挺安静的吧。我就可以坐下了，然后喝一杯下午茶，我还买了一个甜点吃一吃，休息休息。嗨，你醒啦，宝贝啊。Yeah, how does our God? Yeah?早上好。哇，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热了，小宝贝啊？哎呀，出了这么多汗了，是不是？你看头发都汗湿了，要不要喝点水水？嗯。啊？啊？睡好了吗，宝贝？嗯。你饿不饿？嗯。想吃点什么吗？想吃饭饭是吗？嗯。好的，那妈妈抱你下来吃饭。喝水水。喝水是吧？对呀。嗯。妈妈，谢谢。哦，妈妈有，谢谢谢谢。我爷爷奶奶还。哎，喝口粥。爷爷奶奶去哪啦？爷爷奶奶出去玩好玩的啦。爷爷奶奶去游泳了。你想不想去啊？来。嗯。我们刚刚在外面玩了一会儿，现在是吃下午茶蛋糕的时间，给你们看一下点了什么好吃的。coffee。 very good. Very much good hair. One care. Skulle du ikke sidde sådan en fejring efter, at hun har far ikke noget kære? Right. That is why. Yeah. 给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晚饭，因为昨天在这边做晚饭，发现这个厨房里啥也没有，我们今天决定从餐厅里叫了叫。今天我吃泰餐。穆拉特别喜欢与大家人聚集在一起吃饭，每次所有人都到齐的时候，他都莫名的特别开心。也许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吃晚饭的幸福感，是人类从小就能体会到的本能感受吧。刚刚他们在问我这个是不是中文。Maybe they bought this one from China. Bing Bing Gong Gong Gong. Actually, they said this kind of name, girl with this kind of name is very good. They will marry a rich man in the future. Bing Bing. Like you have two same character. Yeah. Yeah, as your name. You marry a wealthy man? Yeah, yeah. You just proved it wrong. Yeah. No, I wanted to say I proved it correctly, right? Yeah. You can be rich in many ways. Yeah, yes. Yeah. We are rich in many ways. We're rich in many ways. You see? It's almost li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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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See? Pretty? We don't can have that? Nah, it didn't have been, man. Let's get what in there, but. Okay. Yeah, 这是什么呀？这是小鸭子。哎 ，they're a duck. What? Hi. 什么 ？What? Why? It's yellow. Yeah, duck. You see all those spots? The red spots. Yeah.It's like on the girl. You can see the ears as well. It's like princess and Togo. Princess. Na, baba, en tisela. Ja, du en prinsesse, ja. Hvor mange år Luna? 2 å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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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ay hello, 大家好. It's a fantasy. 大家好。哎呀，这你说我两岁了，周岁了。耶，我要过生日了。三月了。耶，你说我要过生日了。三月了。耶。弟弟生日了。你说的话，说的话，你说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你说我两岁了，三岁了。你说我过生日了，你喝。你说我漂亮吗？漂亮，也漂亮。Evening, you are. Hey, two. Eat, eat, eat. Oh, good one. Yeah.
A few moments later. Day three. 假日的最后一天早上，其他人还没有睡醒，木拉就早早的起来拆礼物了。这个是太公太婆送给木拉的生日礼物，因为木拉爱画画，爱玩贴贴纸，他们就给木拉买了这么一大盒画画涂鸦和贴贴纸。叔叔的女朋友醒来了，陪木拉一起画画，还特地画了一个木拉的小画像。And then I go to town。木拉开心的手舞足蹈，大家觉得画的像不像呀？叔叔醒了之后也来陪木拉画画。Did you know go, Bella? The Luna's first birthday. Hurrah, hurrah, hurrah. Unsikker sig en gave, for som hun har ønsket sig i år.Med dejlig chokolade og kager til. Fra skolen går, hurra, hurra, hurra. Så skal hun hjem og holde fest, og dem som kommer med som gæst, for dejlig chokoladeOkay,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Mula. Happy birthday to you. Asama Kinesis. Shengri Kwai La Da Da.木拉最近不愿意穿袜子，不过我们找到了对策，就是让爷爷帮他穿，然后他就特别乖乖的配合。Now you can learn how to drive a car. 你什么都不想。Okay, that's done. That's 10 grams. That's all you get for 10 yuan. That was 1 minute. What? 大家又都带着木拉去游泳了。木拉似乎对泳池里面的这俩杯子特别感兴趣。我们这次给他穿错了尿不湿，结果妈呀，你们看到了吗？木拉的尿不湿有多厚？想不想吃你的小猴子冰淇淋？要。
哇哦！这个冰淇淋真的很大，我决定和穆拉爸爸分享一只了。结果我们俩是明智的，因为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吃完自己的冰淇淋。冰，干杯 ，Cheers！She wants to score. 冰冰，哈哈，冰，啊，嗯，冰冰的饭。冰，好了，我们走了，走了。嘟嘟。我们这一次行程非常开心，现在要回家了。你都说拜拜。拜拜。Yeah, 拜拜。下次见。And we keep track of time, being so serious. Day four. 穆拉正生日当天，奶奶又来看孙女了，然后又带来了礼物。他说在度假的地方我们没有给穆拉吃到生日吃的奶油蛋糕，所以得在穆拉生日这天给他补上。这时候太空太婆也打来了电话，祝穆拉生日快乐。Ja, det var så skønt. Det er det. Og hun har lige åbnet en fin gave fra farmor. Er谢谢大家一路陪伴穆拉成长，遇到你们我们感到很荣幸也很幸福，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继续见证穆拉成长的点滴。好啦，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下期再见咯，拜拜。